百事吉 DSOP 成粒钻石咁高贵，佢仲带嚟好运添。咁传奇，话说1819年有个酒商喺运送百事吉途中，俾个酒仙偷晒嚟饮，商人从此就生意兴隆，仲大富大贵添啊！你个酒仙今日会唔会打我哋主意啊？传奇干邑带来百事吉。